即係身為一個市民咁可以參與到你警隊嘅拍攝工作咯。咁即係我覺得由第一日拍攝到而家都六七日嘅時間啦。咁當中亦都有接觸到，即係亦都有教我點樣去揸槍啦。咁亦都有試過用你哋嘅手扣啊。咁各方面亦都認識到你哋警隊。哦，平時你哋會攬住呢啲裝備出街啊，其實都有一定嘅重量。咁今次警察故事呢亦都係根據一啲真實嘅案件啦去改編嘅，咁所以係非常之刺激啦。咁喺入面我亦都會有啲追逐啊、攀爬啊、跳躍嘅啲動作啦，咁所以對我嚟講都幾有刺激感啊。其實咁我故事入面係講述我自己魯莽啦，咁就比較衝動做事啦。即係我會睇翻你哋警察故事一同警察故事二咧，其實係老實講係即係嗰個質係改變咗，即係高咗好多咯，我感覺上係。同埋我覺得今次嗰個定嗰個家嗰個主題咧，其實比較貼地嘅。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從呢個切入點去講故事咧，其實會令更多普通市民更有共鳴咯。呢套戲有埋特效添，仲即係請到其他出邊嘅。的影視製作公司合作，我覺得是一個突破，還有相信會令到更多人去喜歡警察故事。